weniger los hier im Juni. Wir haben hier ist sehr grün und hier ist grün-gelb. Diese ist 20 Meter tief. Diese nur 3,5 Meter tief. Hier ist ganz, ganz grünes Wasser. Viel Platz noch. Es ist morgen um 9 Uhr. Oh, dieses Wasser ist braun. Zeitung lesen.掌握好平衡之后，这样子飘起来。但是一定不能慌。那我在打水的时候，我能觉得这个水比较厚重一些，它不像游泳池里的水很轻柔，它是有质感、有重量那种感觉。但游泳就比较难。我老是觉得要一游泳的时候，一趴下我就感觉这个嘴就要到水里去。 这就是罗马尼亚的死海，这个盐度很高的水里游泳的感觉。 OK， 你可以不游泳，但是可以在水里走，但是一定要掌握好平衡。上来以后，水干了就是一层盐。 我们今天路过的这个罗马尼亚的城市很有名，它叫西比乌，德语名字叫 Helmstadt。这个城市是当年萨克森人、德国人在这里建起来的一个城市，它的建筑也很有德国风格。最具特色的这个建筑风格就是屋顶上的这些眼睛一样的窗户。 我猜测这些窗户应该是房子阁楼上的窗户，用来透光啊、通气呀、啊。那以前像大户人家的这些仆人，他们会住在阁楼里面。一只一只的眼睛，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形象，半睁半闭的样子，栩栩如生。 这座教堂是新教教堂，也是唯一一座教堂，建得很朴素，但是要收费才能进入的教堂。也许是因为这边新教教徒比较少，它的经费比较少的原因吧。这个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而这架管风琴也是罗马尼亚最大的一家。 在离这个教堂非常近的地方是天主教堂，教堂里面富丽堂皇，而且是不收门票的。在5分钟的路程之内，还有一座更加壮观的教堂，四周墙壁上全都画满了彩绘。这一座就是东正教的教堂。 非常的壮观。
在这个教堂城堡的东南端有这么一间特别的房子，在和平时期，这个房子是用来做夫妻监狱的，关押那些吵架的夫妻的。在这个夫妻监狱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杯子、一个盘子和一把勺子。只有当他们承诺彼此和睦相处，才会被放出这个监狱。教堂是建在高处，像城堡一样，四周被围墙环绕着。正在参观的这个是一个城堡式的一个教堂，可以看到这是第一层墙、第二层墙。这个建成这么坚固的防守的形式，是因为这样可以给当地人提供一些防御，当敌人进攻的时候，他们可以聚集在教堂里边可以坚持一段时间。这里就是第二道城墙。这座教堂是一座新教教堂，所以呢，里边看起来就比较朴素，不像天主教堂那样雕梁画栋。像这种堡垒式的教堂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罗马尼亚的这个教堂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进了世界文化遗产之中。在教堂的门口也有一些小摊贩在卖当地的纪念品。这是用来挤柠檬汁的，这是用来捞蜂蜜的。